我们请优一跟奶奶跟大家打个招呼。有听到吗？我们欢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ig Girl 的 Yuri。哇哦，声音好好听哦！我跟你说，你用我们的这个喇叭都因为你们来到现场，魅力哇，整个灯服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。哇，奶奶你穿的很时服哎，来。Hello， 那我不要了。Hello。我们上个网前点点可能有一点点干。好 ，OK。最近我们就是球赛比较密集，然后大家也知道昨天跟今天有韩国趴嘛，所以我们最近就是跳球赛，然后都会流汗啊出油，然后最近拍戏呢也是要带妆，就是一整天。所以其实就是皮肤要好好保养。真的，皮肤保养很重要。我们要请我们 Yuri 稍微往这边稍微站过来一点点，我们给今天的粉丝朋友一个福利，我们看一下皮肤好不好？哇，好！怎么都没有声音？是他站太紧，我会害羞，是不是？那我把他带回来，然后好好帮你隔离一下哈。好，那我们奶奶呢？最近在忙什么？我有要站出去吗？哎，也可以哦。自带福利，自带福利。没有，就最近可能就外景节目出多，然后容易晒黑，然后但是因为。我是比较干净皮肤的人，然后我会很注意别人脸上有没有出油。别人脸上，那这时候就可以往前站一下了。有有有。